关系，所以我休息的东西。师傅，你无地段，这段时间，金山寺哦，无发生什么大事啊？又过，那游客是真年少呢。游客变少。是啊。伊是讲你看，是为了什么大事所致啊？游客变少，哟，我去探听呢。讲伊两个阿公某为了是用不安全。什么阿公某？有事情搞破先啊！断台。一个是冤家，一个是冤鬼，哪能称为夫妻啊？啊，就算我是说无安尼讲啊，人家冤哦，伊若要伤害人，其实你买到把这件代志当作琐事的。